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欣欣怡，欢迎收看今日的婚姻新闻。为了降低机车事故，婚姻县政府再次甲交通部公路总局、嘉义区监理所合作，补助机车驾训班的费用。除了交通部补助1300元，县府阁补助1300元，等于民众只要开1000元以内，就会当学到正确而且安全的驾驶观念。这些民众乱想讲，敢若是开机车尔，何必来上驾训班？但是这观念现在已经退时啊。根据统计，伫婚姻馆一个月内所发生的死亡交通事故，就有61%是属于机车事故。为了来加强民众的骑车观念，婚姻馆就特别和交通部合作，补助民众上驾训班的费用。只要来处理驾照，除了交通部有来补助1300元，婚姻馆长是搁再补助1300元。要感谢交通部针对我们所有的机车驾照的训练哦，他们补助了1300元。那云林县政府也加码1300元哈。那从现在开始到11月30号，我们欢迎18岁以上不限年龄哈，通通来参加机车驾训班的训练。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交通事故，尤其是 A1 的事故呢哈，当中有61%都是因为骑机车所造成的这个意外事故。婚姻馆长在110年度就和交通部合作举办驾训班的推广活动，虽然那时候的补助费用只有1300元，但算受到这么多民众的欢迎，报名可以说是非常踊跃。在今年有了交通部加上县府的补助，总共2600元，民众上驾训班的费用可以说是1000元有招，非常的会好。那总共补助了总共2600元哈，所以呢，到驾训班呢你自己本身出了钱呢，大概在400到600之间呢已经不是1000元以上哈，是1000元以内就可以了。云林县有东泰驾训班、永庆驾训班，还有新马教训班呢哈，所以希望透过这几个驾训班，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非常棒的这个专业的训练。根据交通部统计，参加机车驾训班就会将来降低56%违规风险，以及35%车祸发生率。透过驾训班16点钟的课程，包括着合考以及速考的学习，增加驾驶的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道路相关知识。那我们经过大数据这几年的努力，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分析。那参加驾训的这些学员，对于违规它是有降低的，而且是降低了蛮多，56%。那肇事的部分也有降低不蛮多的，也是35%。所以从这样的分析，那我想来参加驾训是值得，而且也是应该来做一个鼓励。为今年的1月1号开始，到年底，婚姻馆长将配合县内3间驾训班，推出机车驾训班的补助，欢迎民众踊跃前往报名。用免1000元的费用，学习正确而且安全的驾驶观念。记者江毅采访报道。